是穿过墙壁的吗？我来示范一下。我这边一个墙壁的窗帘，还有 Mr. Bottle 就是我了。窗帘放在墙壁的前面，我把 Mr. Bottle 放在墙壁的后面。Mr. Bottle 在后面吗？好，看好了，还在后面哦。一、二，好了，三，Mr. Bottle 穿到墙壁的前面了。